BOA 首席会计师， 手上拎着150亿美金， 你看过架什么？ 你玩吧。 BOA 上次被你玩到殘了，調戲不順，要回來找你報仇，所以他就回來幫你咯。我要他幫。3個小時內，他們一定有行動。你不要預我。 Mr. Pekka, welcome to Macau. Yeah! Yeah!